所以常常在滚生笑，讲我是交通一号，伊两个是交通二号、交通三号。三号。你看，蓝天白云哦，啊，配合咱即卖即几个这样的情景，是都够庄严啊！哎，恁知影无？风台要来安尼？知啊，我到莫来克风台，气象局有讲吼，爱观察，伊讲路线可能会改变。哎呦，不管会来还是未来啦，伊哦已经发出警报吼，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啦。人小林又在讲吼，报告老师。啊，上人是讲爱戒慎虔诚，对吧？对。做保庇吼，啊欠水啦，啊落一挂雨啦，吼，啊唔做大安尼吼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气象呢，从今天晚上八点开始到明天晚上的八点，未来的24小时的所有降雨中，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就有800毫米，加上平地将近超过1000毫米以上。而且在南部的山区跟平地，预估也会有400到500毫米以上的降雨量。然后目前为止，南面就是阳光直接雨水啊，或者是雨。那你现在呢？哦，你安心放心的，你留了个菜面呢。哎，平安，好，再见。喂，啊，是我啦，元丰啦。元丰，是你哦。啊，不要讲是父亲节啦，拍摄呢，到家别再玩。啊，父亲节哦，对咱家来讲是一个形式安尼啊。啊，点都是你啦。啊，今麦人伫个越南吼，啊，你食物件啊较细腻的，啊有时间爱加休困，知无？我知啦，妈，我听讲哦，台湾风台要来呢，你特别较注意哦。啊，顶两个风台吼，你嘛无伫咧我的身躯边陪我，啊，我嘛是好好啊，你免烦恼遐尔济啦。啊，你呢？你遐有好无？元丰，喂，喂，我操电啊！你有公仔车牌？阿母，我阿东，哦，外口雨足透的呢，哦，迄土脚有诶所在拢已经积水啊！我恁开车诶很多路拢爱抓住岸，啊无车拢会去开到歪去哦。哈尼晚，你是来要从遐开心光等去啊啦？啊，元丰要出国之前有甲我交代啊，讲叫我就爱好好照顾阿母你啊。你看我给你买一挂风台爱用的物件，手电啊啦吼，相机板啦吼，啊个罐头，我来下车。好，啊，停下停下面啦，我免去照顾啦。是啊，这爸爸妈妈年纪都遐尼大吼，你去照顾伊，跟着。你免烦恼啦，有我甲阮小弟无问题。啊对啦，阿东啊，啊什么登记的时阵哦，啊顺便去环保站看下，啊不过遐物件是有包的。你放心，你讲环保站，我都已经整理甲足好势呀。真正哦，我听入心嘞。啊，实际也是物啦，上您交代的责任，你都做甲到嘞。你哦是货真价实的职称。有影哦，你当然哦。我唔那是你甲我讲的环保站哦，啊，搁有迄人文真善美戴师伯啊。伊叫我讲风台若来的时阵，吹外口去风台诶。哇，你好棒！跟着去，跟着你啦。好，啊，你爱较细个哦。好，谢谢哦。你谢你啦，我谢你。哎，阿母再见。也好耍啦。我看你车顶啦哈，再见。你找到鬼嘞？不要，再早就去上了。嗯，看到准备没？好，那你要再红火灯多，等红火较细，你才出门啦。嗯，红开的时阵吼，
咱去外口巡巡，看有啥物灾情，看有啥物人出来，咱来斗三工。这是慈济人应该爱做的工课啊。有人讲哦，咱志工请蓝天白云最好，就算是一个蓝天使。啊，小人讲我是蓝衣大士。这拿学生代表就是参像蓝天班，有宽阔的胸襟，白灯口，参像白云，有一个洁净的思维。对对对对，我听广播台主持讲的时阵吼，阿妈常听咧俄罗讲咧慈济人吼，也是拄到灾难时阵，拢是徛伫上头前，做到上后边。好，明仔我陪你。喂，仁和啊，莫伫刚刚讲耍电脑啦，先去阿老姐找出来啦。爸，迄老姐我已经传到你内底啊，你敢无看？来啦，爸爸教你生活上的智慧。呀，这气象图哦，这莫拉克风台伊在行方向，是对东南往西北行。啊，若登陆第二天哦，伊就会替南部引入西南气流，安尼到时阵就会落雨，知无？是安尼哦。哎呀，哎，贵啊，去替北部水库落雨啦，咱南部哦可能雨无风啦。水费无钱，有啥来咱保证哦？一定平安无代志。你袂记你上年讲过，那戒慎虔诚。哎、欸，是爱戒慎虔诚，贵阳师姐，我看电视啊。好，看新闻啦。北部东北部首当其冲，除了台风之外，全台各地都会有相当明显的风。你看，气象公布。我讲，咱重新创建宜兰花莲，在安尼坐来坐去，要就来咱唔去吧？哦，即款风台上盖可以啊，迄个落雨，那个落到不过。咱莫拉克来袂来啊，风波浪愈来愈大。哎呀，我看这回吼，搞不咱重建就好啦。我等下在下委员部的时阵，看到这录音带啦。哇，啊，这拢有够旧啊！我即马上镜开始，拢嘛出 CD 甲 DVD 啊。你别看这录音带无呢，以前吼、哦、我大一台，啊电视嘛无出这节目啊，伊拢是靠这录音带来吸收上镜的话，啊把这话讲给其他的人听。我跟欧兰师姐吼，也是因为安尼才实在相认，还佫做侪，所以吼、哦，才落一段，也是我的福呢。好啦好啦，你欢喜就好啦，早起来困的啦。